电话也打不通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呀？ 这么晚了打不到车，你想让他被淋死吗？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毕竟他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。装作不在意，偷看你一眼，我藏起了对你的隐忍。忽然间发现。 心被你填满，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。没有。像漂泊的船，渴望能靠岸，在大风浪也不能阻。 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。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？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，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享受在你的身边。开门。褪去浮华的简单。 直到永远。上车。护士。 他怎么样？患者是肺部感染，还好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。如果再这样烧下去啊，后果很严重。他现在啊，一般的消炎药已经起不了作用了，我们给他打了有针对性的消炎药，很快就有起效果了。谢谢，打完这瓶告诉我啊，还有四瓶要打。好。